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潮汐机啊，也就是心脏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生生不息的把这样的一个血液刚刚透过主动脉这个地方心脏透过主动脉把它送到各个地方去，这是到这边透过腹部的这个血管到达肾脏这个地方来，然后肾脏这个地方来比较红色的这个血球变成比较黑色的，意思就是把那个氧气啊提供给那样的一个组织啊来发挥它该有的一个功能啊，然后那样的比较缺氧的一个红血球啊，那么再恢复来，然后再给它送到肺脏，再进行氧气的气体交换，把那二氧化碳弄出去，把氧气再弄回来，然后再经过左心室主动脉，再周而复始啊，同样的事情在进行啊。所以主动脉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当然整体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假如啊，有一些人啊，这个长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身高啦或者比例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倒是要怀疑他心脏有问题啊。所以有时候看相啊，倒不一定要看手相，看整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外形啊，也会给我们一些想法。我们先看，如果当你看到一个人啊长得是比较修长，手指头又是特别长的话，那么也要特别小心了。当然这个他把画家，这是十七世纪的画家范戴克，他画这位重要的一个人物啊，这是谁？这是一个公爵。这个公爵本身是当朝当代国王的查理一世的表弟啊，所以皇宫贵族嘛，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好好的把他的一个气质啊，优雅的程度啊呈现出来。所以你怎么去呈现一个人的气质啊？你不是说他已经长得那样子就是把他画出来，绝对不是啊。因为你绝对要把他画得比他第一个要稍微更好看一点，第二个那种衬托出来的一个高贵啊，你怎么用其他的方式画作的一个技巧去呈现，这是在皇宫里面当这样的一个画家里面啊需要的这个特殊的一个才能啊。所以他就想到用比较拉长的一个方式啊，修长的一个方式啊来做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描绘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优雅，没有错，黑白衬托出然后他的一个高贵典雅出来。但是他的一个比例上啊，我们再从他整个人的一个比例上来跟大家陈述他想要去呈现的，用比例来稍微改变一些我们自视的想法。这个比例啊，我们先从请大家从这个跟刚刚画同样的一个人物啊，那位公爵，从这只狗的一个比例，大家就知道这个怪怪的，这只狗好像是刻意啊要把它拉长的那个状况啊。为什么？因为它把这个颈子啊往上，然后整个身体啊变得比较修长的一个结果来跟它做对应啊。你总不能看到这个狗很低，然后这个人很修长，看起来加强的效果不是那么强烈，用两个同样是修长的一个身影啊来表达出这个人的高贵。用这个方法，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头跟身体的一个比例啊，这个是大概1:7左右啊，一般人大概1:6左右啊。所以这个头变得身体很修长拉长的一个结果，看起来就有点点好像仙风道骨啊，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啊，比较飘飘然的那种感觉啊，彰显出他优雅的典雅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出来。所以很多东西是可以操控的，我们从画作里面似乎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啊。他的这个表哥啊，就是当时的国王啊，就是查理一世啊，他在画很多他的画作上也是利用到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关系啊。其实这个比例关系啊，我们要特别提到有所谓的黄金律啊，黄金律啊，意思就是说，到底你
我们每一个人的长相，像刚刚那样子特意去拉长修长，这是当然是人为的。假如一个人真的长得这个比例身材是身体是比例是很高的，手脚的比例是很高的时候，我们就要怀疑啊，他有没有特殊的一个遗传的一个疾病，像麻烦氏症候群啊。如果有的话，他发生心脏刚刚看到主动脉瓣膜那个地方有问题的机会就多，那么就要心脏科的医师啊，因为他很年轻啊，可能有些状况的时候就及早去针对这个问题啊，给他做一些诊断跟治疗啊。所以这个从外观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印象以后，再进一步去做这样的一个诊断。一般人大概就比较没有什么特别问题，但是你要觉得您适不适合当名模呢，还是说适不适合觉得很美的人家会给你这样的感觉，量一量。怎么量？就是整个脚到肚脐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跟这个肚脐到头的比例，假如这个是一的话，上面是一的话，这是1.16左右，这个比例叫黄金比例啊。下半身要稍微长，修长一点，到肚脐这个地方您量一下，然后或者是从一边的肩膀量到手的这一边，这样的一个长度，肩膀到手前端的这个地方的比例，跟全身的一个比例也是1:1.16左右的时候，这个人看起来就很舒服啊，这是所谓的黄金比例，从数学上得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人的脸型也是一样，如果说从鼻子下缘这个地方到下巴这个地方是一的话，那么上面到前额这个地方它是1.16、1.18、1.17左右的时候，这个会看起来很舒服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没事量齿啊，可以用来量一量这样的东西啊，或者是说这个嘴唇这样的距离跟鼻子这个距离，鼻子距离是一的话，这是1.1617、1.1618的话，这看起来也会很舒服啊。你说这个为什么舒服？这个很难讲，因为大自然界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数字啊，看起来就会舒服啊。不过这个比例啊，数字啊，其实啊，不要那么科学化。譬如说苏东坡的词啊，春色三分，两分尘土，一分流水。3、2、1啊，也是数字，也是比例，可是那感觉就不一样啊。两分尘土，一分流水，就可以把一个春，给它呈现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是这个他把春天到底怎么看呢？细看来不是杨花，是杨花没有错，是柳絮没有错，但是他把柳絮画成离人泪啊。点点是离人泪啊，所以很多刻板的东西背后反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叙述感情啊，把它加进去的时候，那个数字就会变得有意义一点。医疗上那个数字也是怎么让它去破解，然后改变它可能产生出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是非常重要。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妇人啊，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肚子痛，还有结有血便，这是双重恐怖的一个状况啊。结血便是非常恐怖的，肚子痛，而这个竟然已经有10天左右啊，表示啊，大家对这方面的警觉性啊，老年人的关心，我们还是要多注意一点啊。这个之前呢，肚子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动脉啊，我们稍微放大给大家看啊，这个地方啊，可以看起来怪怪的，这里是什么样的一个阴影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他以前在腹部的血管有动脉硬化，所以给他做支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就告诉临床的医师，这个原来问题点在这里，会不会是同样一个点他血流又有发生问题啊？给他做了电脑断层，就看到这是腹部的主动脉，这是前面的要往肚子里面去的动脉，看起来是有问题啊，因为整个里面不是很通畅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血管的一个结构它也是比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部分啊，它的如果这种血管的一个状况，我们不要只注意到大的一个血管，到腹部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它有许多的一个分支，如果动脉硬化的时候，这些分支啊，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啊，大概就是在肚子这附近啊，这里的血管发生问题啊。所以这个血管发生问题的结果，它就可能造成肠子里面的血流不通的这个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做其他的摄影都告诉我们说，这个确实是有问题啊，所以给他做血管摄影，发现这里塞住了，底下都不通了，这是到肠子的主要的血管，所以怪不得他会因为这样而产生肚子痛。这个该做什么治疗？赶快，不是开刀，而是透过血管这个地方啊，给他撑大，给他把那个血栓给他弄掉，再给他放支架的一个状况之下，把原来不通的状况啊恢复成
这样通的这个情形。要不如果不紧急处理的话，这个病人的肠子就可能会黑掉，那这可能会造成死亡的一个状况。所以怎么看出胃血管，我们要注意到100%的通畅没有问题啊，但是它剩下10%，哎，偶尔一塞住的时候就变成零啊，这是非常严重的比例啊。我比例再怎么拉长啊，外在而已啊，内心关怀的比例怎么跟它放大，这可能更重要吧。来，您收看，我们再会。